欢迎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新闻介绍要来看的是一间举办五个场次的嘉义县社区艺术季。第一场次伫咧一号阴暗，在中埔客家文化会馆内登场。除了讲有参像是特技团所带来相当精彩的表演，金曲歌王尹正阳嘛到现场来献唱，是吸引数百位的民众到现场观赏。关注中华观景点举办艺术下乡的活动，就是要让民众有亲近文化艺术的机会。这项杂耍特技团带来的开场表演，极海飘扬，气势十足。这个是2013旅游嘉义社区艺术季首场次在中埔客家文化会馆的活动现场。耶！哇，这个感觉！唔呐，有东方的传统技艺，来自各国的表演者也和民众亲切互动，考验着反应和身体的协调性。甚至表演的道具只有两顶帽啊，也系得到民众掌声欢迎。到场参加活动的观众朋友们表示，艺术能疗愈人心，像最近的黄色小鸭在高雄汤圆，吸引大批的民众参观。嘉义县的文化资源无多，但这个举办着艺术下乡活动，希望每一个县民有机会亲近，享受到文化艺术生活的乐趣。我们用另外一种巧实力让他到村里去到我们社区的门口去。让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带囡仔，就会当到带行几步出来，你就会当接触到这个艺术哈。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，102社区艺术季已由嘉义系列活动总共五个场次，而且节目拢无同款，但拢在拜月暗时七点来开演。当天下晡三点起，现场乌克丽丽、小提琴的体验教学，也能参加着模彩活动，包括十月八号在布袋的建德宫，十月十五号绿草乡公所，十月三十号溪口生活文化馆，12月7号在德佳金武庙前广场，欢迎亲子共同参加。新新科技红中部乡采访报道。